28号滑雪，然后呢，从山上滑下来，从了米林道路软滑下来，后来呢，到我们家来休息。老尹、机长、玲子还在补裤子，然后还给大家显示他们在99号公路上走路的镜头，可怜啊。Close your eyes and just sleep tight. Lie awake and watch a dream. To be sure what that all of your dreams are. 1月29号终于成型，路呢非常不好走，雪茫茫，雾茫茫啊。然后呢，车速呢都不能开得很快。这是照着前面刘国华的车，这过了开路以后呢，全是冰雪。那段路呢确实是很不好走。不敢走太快。这车快到了 Riverstock， 然后那个地方呢，就很多车被堵了。关键问题是 Riverstock 那点风车，这是在路上等着。尽千辛万苦，半夜12点终于到了 Great Canadian Head Skiing Company。到那以后呢，赶快先照点相。这是当天，第二天早上了已经。准备滑雪之前，在他小卖部里边找的。沈阳老李从我们住的那栋宿舍楼那边走过来，这是宿舍楼和大厅连接的走道。站在门口外边，已经准备一会儿去参加讲课了。这是楼下的滑雪厅，在这里边呢，换衣服、穿鞋，然后选雪板，就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这儿做。这点呢，一出门，外边就是直升飞机场地了。这迪安娜在给大家讲 transceiver 的用法，也就是雪崩搜寻器，怎么佩戴，怎么使用。室外实习讲解，然后呢，教给大家 transceiver 是应该怎么使用，然后呢，还弄了一个包，把 transceiver 放在那儿，教大家做实验。看看怎么使用。这是外边那个停车场，雪景还在下着雪啊，哥几个就在外边等着做实验呢。这就到了直升机场地，然后那些呢直升机就在那停着。这是直升机附近周围的山景远景，看不清楚，雪雾蒙蒙啊，能见度不好。远处稍微有一点亮的趋向，这是在晨光微洗之中的直升机场。这就准备上飞机了，我们呢就由这个谁 Robert 带着。 Robert 现在把直升机，就是说把我们的滑雪器材放在他那个直升机旁边那个铁篮子里边，然后呢现在哥几个就在这儿坐上飞机啊，兴奋开始准备滑了。这儿滑到了荒郊野外，在那旁边等的时候呢，就看见其他一个组呢滑了过来，接着那美国人那个组 Johnson 他们那个组，其中包括那个 Snowboarder， 哦不是，这一组呢是澳大利亚他们那组，滑得不算特别好，包括那个 Peter 那个医生就是在这个组里的。远处的直升飞机冉冉飞来，准备降落把我们载走，继续上山啊。中午吃饭的镜头，这个呢，这 Christina 这次出来呢其中之一女导滑，大家排队吃饭。这沈良他们这个组呢，接着呢下了飞机就到我们这边来吃饭，他们来的晚一点，我们都是吃上了他们才来，不过他们是飞来的，比我们舒服，我们是滑过来的。
我们的导华认真的把所有的板都捆好，然后呢准备登飞机，现在就在这个登机场的一个地方等着。这个地方呢就叫巴夫洛运，记得这块大石头很出名的，所以呢我们滑了好多趟，这是西克从那个巴夫洛运滑下来，然后呢这是马克在滑，白衣服在白雪中一点都不显，得滑下来人洞了以后才能找得到。Dance me to the children who are asking to be born. Dance me through the curtains that our kisses have outworn. Raise a tent of shelter now, though every thread is torn. Dance me to the end.又是一段稀客在滑，这是第一天我们在滑，我们那个组呢包括稀客、马狗、我还有老石，这是第一天照的。我们的导滑 Robert 在那儿呢，把那个雪呢浮雪给踩下来，这叫雪崩控制之一 ，ski cut， 还是有讲究的。看他一踩那雪就唰就下去了。天稍微晴了一点，照风景，看远处的雪山，很漂亮啊。继续等待直升飞机来接我们，其实并不是接我们，这是贝斯来接另外一帮上山呢看风景的那些，我们就在下边呢给这架飞机拍照，马哥做鬼脸呢。这是第二天马哥给西克照的，这天呢跟西克、老李还有老刘、马哥他们四个人一组。沈阳老李穿着好红衣服绿裤子非常显眼，京都老刘号称格花大叔，这儿从山上滑下来的时候就看见很大一片，对啊，无所谓的，反正有一点后来滑下来，不知在什么地方遇见了。这儿马果拿着摄像机照我们那个组，我们那个组是老尹、老石、沈郎，还有我。导滑的那天 Dave， 这在那踩雪，准备等着下边的飞机来。
后边的这一片呢，就是我们先头滑下来的 Christmas Tree 地区，非常好玩。这个我不感兴趣，你们有那个，那个我感兴趣。那个还行。慢着玩呢。嗯。烟鬼。那穿更指标了。谢谢。哎呀，我好不容易上镜头啊。绝无仅有的机会啊。是。来，都会头往前倾， yeah, okay, 再来一张。一二，哎。OK。哎。看他们在给我们做任务。来，再来，再来，都会头往前倾。来，好。这个不错，这给我们做 lunch 平台了。这是一个在里面摔坏的肚子，对，没有给我正在。转给老李，老李这双层电池，我这也是双层电池。然后呢，这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妈姑给大家照相，然后跟这个人打招呼，跟那个人打招呼，大家都挥手啊，向妈姑致意啊。摄像机到了我的手里，所以呢给老石他们来照相一些录像。这老石在滑，碰一个比较好的坡。那天是带着 David 带着我们滑的。然后这是老尹滑下来。这个呢就是老尹、老石和沈郎他们三个人滑，我在下边给拍的。另外一段山坡我基本都差不多。石滑完就是沈郎滑，还是我给照。沈郎滑完就应该是老尹喽，山顶上慢慢滑下来。给他拉镜头拉近点照。然后又是等飞机。
这是我先下去给上边的人拍，这个人呢在上边也看不清是谁，然后呢滑了下来。哟，这技术可真棒，脑子半天倒滑，当然棒喽。下一个呢是谁呢？反正我是在下边拍不到我了，这是沈郎，也相当不错呀。雾气朦胧之中就看见老石滑了下来，更重的雪雾之中啊，这是梦里看花，这是老尹。这是最后从那个滑最长最长的一个大坡，这坡呢人都玩累了，滑的太多太长了，这个坡滑了一天真是累了，看人都滑的变了形了。这一段就是最后从那个大坡上滑下来，我都气喘吁吁的在那儿，然后呢看这俩人滑，滑了最后一天。这是他那个小卖部里边的鸟衣，然后呢是还进那个 Sarah Burke， 刚刚死去不久的那个加拿大滑雪明星，算是我们威斯勒地区的人吧。这个呢就是留言簿，然后呢第一个中国人留的言，这是老石，外号 CY。然后呢这就是我们那滑雪大厅，现在呢没什么人，大清早赶快呢先照一照它的整个全景。这边还有个乒乓球台子，乒乓球台子后边那个门呢就是我们洗澡的地方，也不是洗澡，就是泡热水的地方。这是放那个 ski pole 的地方 ski 啊，然后这边放鞋和手套，都有热吹风。后边是酒吧，平常吃饭的就在这个桌子上，叫 après ski。 妈妈在走廊里面看她的报纸照相。这是楼上的餐厅，那边呢全摆着热的东西，然后这边是饮料，然后要高兴还可以要喝酒。这是我们的早餐，各种各样的肉。这是我们滑雪的最后一天，这天呢天晴，早上起来就看天是亮的，然后呢特别高兴。今天呢还用这俩红飞机，前两天都是那蓝色的，今天终于把这红色的给启动了，这颜色特鲜艳特好看。由于下午四点呢滑完雪以后就准备出发了，所以呢现在早上抓紧时间先装装车，
这是照我们那个接待大厅，马狗站在门口看。前几天都净顾着玩了，根本没时间照相，所以呢，最后说好了，这一天呢，大家准备照个合影，所以呢，以飞机为背景，大家都跑到这停车坪来照，这就已经上了飞机，刚才也照了相了。J'ai décidé de me faire du bien, de me faire couler un bain, d'étaler toutes les photos de moi, de les commenter de haut en bas. Je vais m'envoyer des fleurs, me parler que de moi, des éloges à haute voix, des roses pour me féliciter d'être moi. J'ai décidé.这个地方的山顶呢叫做 Better Than Sex， 然后呢已经看见那些美国人的组都到了，特别好看，在这赶快狂照一番呢。De m'adorer de bout en bout, je vais m'envoyer des fleurs, me parler que de moi, des éloges à haute voix, des roses pour me féliciter d'être moi. 在山上等着，等那个 Rob 下来，然后几个人在这儿看 Rob 在这儿还挺忙活，准备那 helipad 那些事情。镜头好，别太近了，大脑袋。我会问。这是最后一天滑雪，然后是马果在下边给我们三个人照。我先滑，然后沈郎稀客。Não chore, não se apavore, agora se eu parto os meus laços, me resta essa dor. Não olhe tão longe, se perto é certo, não me quer, não mais. Tua música jaz um gesto injusto, gelo das mãos.Gelo das mãos de quem me abraça hoje. Oi, quem me abraça? Apavore, agora se eu parto os meus laços, me resta essa dor. Não olhe tão longe, se o perto é certo, não me quer, não mais. Tua
a música jaz, um gesto injusto. O gelo das mãos, gelo das mãos de quem me abraça hoje. Oi, quem me abraça, lilás cores. 这是最得意的一阵三人滑，还是马狗给照的。Lilas, cores, flores, tudo em nome do amor, mas não me quer mais. Lilas, cores, flores, tudo em nome do amor, mas não me quer, não mais.滑下来以后找 helipad， 这个呢是从这个雪里边把这个杆给找出来的，埋在雪里根本不知道，然后他现在在这使劲找，然后指着那个杆呢是让兔子给咬的，兔子可能冬天没东西吃吧，就得咬这竹竿。Lilas, cores, flores, tudo em nome do amorMas não me quer mais. Lilas, cores, flores, tudo em nome do amor. Mas não me quer mais. Lilas, cores, flores, tudo em nome do amor. Mas não me quer. Não mais.看这雪多厚，一脚踩就过了膝盖了。滑来滑去，然后呢又跟他们那个组碰了，这远处格华大叔滑下来。本来准备在山顶吃饭，这是在山上挖的野餐桌，几个人忙了半天最后又取消了。然后又从山顶滑下来到下边去找饭吃。
然后那架红的直升飞机停在那儿，然后几个人去那儿搬东西，不过全是这个岛华他们在忙活，我们就等着吃等着喝了。看着远处的飞机，全过程的着陆也很好看，很好玩啊！平常这种景色也轻易拍不到的。此起彼落，刚才那架蓝的飞机着陆，然后呢把人放下以后又飞走了，现在这架红的飞机呢又准备飞了。Χανόμαστε την πιο καλή στιγμή. Όλα τα δύσκολα ζήσαμε μαζί. Κι όμως χανόμαστε την πιο καλή στιγμή.可怜的人呢，要从那么深的雪中走过来到这儿来吃饭，他们把 ski 呢全放在那边雪地上，肯定一会儿呢吃完饭再回去拿。长途跋涉走这么深的雪，真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我们已经坐在这边等着吃饭了，很不错。一会儿飞来一会儿飞去，在这儿这次着落的时候风特别大，哇，这一刮呢，然后呢那些人就在这儿等着，哦，把垫子吹起来，好玩。Tengo, tengo, tengo, tengo
最后一顿中饭野餐，然后呢又在这儿给大家照相。嘿，哥几个，咱们中国人这次滑的爽不爽啊？好、oh, nice！ 牛不牛？这给导滑们照相 ，Christina、Greg、Rob、Alice。最后的一段录像呢，这是 Rob 给我们四个人照的，第一个是 Margo 发来，这一段呢是在 Unbelievable。 Margo looking good on the run, unbelievable in the Selkirks Great Canadian Heli Skiing. What do you think, Margo?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for yourself, Lance? Alright. 这些图像呢，就是后来呢去的时候照的，这是在路上等待，然后呢开车的过程。这段相片就是在那个更衣室里边，就滑雪室里边上照的。然后下边就直升飞机滑雪的一些镜头喽。这小卖部还是在他那大厅附近，然后休息室、吃饭的地方、饭桌，还有好吃的。这是在室外合影。最后一年晴天在山顶照的，然后这是几张滑雪的录像，是要相片，这是吃饭的情景，居然还有一两张八人合影啊，难得。现在又到那个飞机场，在 Great Canadian Heather Lodge 这个地方。
雪回来准备去泡澡，然后这是我们的泡澡池。好和油煎带子跟老板 Greg 一起照的相。